饰演恶女朴妍贞的演员林智妍人气飙升。1990年出生的林智妍，年轻时出演多部大尺度电影，让人印象深刻。而网友们也发文盘点1990年生的女演员们，比方同样是《黑暗荣耀》霸凌五人帮饰演空姐的车珠英戏路多变，巨抛脸的敬业演技也备受观众好评。少女时代成员润儿近年演技进步神速，获得奖项肯定，出演的作品收视率也都很好。此外，曾与脸蛋天才车影佑搭档《我的 ID 是江南美人》的林秀香，也已经是主演等级的戏剧圈花旦了。而2020年结婚后经历怀孕与生产的江苏拉，近日复出制作也引发各界关注。1990年生的女演员们在影剧圈十分活跃，也广受观众的肯定与支持。